人家电视家电视了没关系的。一下不说呢，不啥一单呀，不说呢，不生是吧？不生不生，不是中午了。那个海产品，那个海鲜就是那个了，中午了。那个我应该都一生，该想多八的了，一是一年了，旋风嘛，感觉。旋风啊！有点味道，其实我不认了。那你认不了？我认了。嗯，过了佛，送了佛。